恭喜恭喜大家丁文年新年快乐！我是中港道场主持官员，代表中港道场全体同修，甲大家拜年，祝观众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中港道场有办新年安定祈福，社寺有办春酒，欢迎大家新春到中港道场拜王神老祖，祝福大家。新年